立正，行嘞，请坐。每一期，若到这节课的时阵，拢笑眯眯啊，因为心情真好，因为等下要转去啊。啊，足奇怪吼、哦，咱四十期内底吼，从这三十期啊，原住民六期，甲大学生四期，哎，三十期。这四十期内底啊，每一摆若要翕相的时阵，都好天。你看奇怪无？当然，即摆时间也未到啦吼。但是真奇怪哦，每一届若要翕相的都好天，很奇怪。我是认为吼，啊，天佑台湾也对啦。不过天佑台湾吼，嘛爱看哪一种台湾呢？台湾有好几个啦。你像昨天、今日也好，昨也好吼。这个张十九哈，吼、哦，所谓的独派，就只能讲台湾独立吧，我要为台湾来牺牲性命啦。张一个落雨吼，你要看电视走了了，含落雨都要走啊，你要牺牲生命，卖甲咱骗啊啦，真正我无骗你啦，我是公开讲啦。张哦，算算的吼、哦，我看落迄落雨吼，走要规半去。所以你台湾人有可能去牺牲性命吗？你家己甲我讲，有吗？哦，都爱革命。若要讲革命吼，后摆叫遐所谓主张台独的啦，做头前。卖叫吼，一般老百姓做头前啦，牺牲性命，啊，家己拢伫后壁要等要做官，无迄个代志啦。所以我常咧讲吼，你若要抗议也好，要创啊有意义。本来报纸是你看迄个报纸安尼写，我感觉讲本来是昨甲今日吼，吼、哦、抗议可能几百万呐、啊，啊结果有无？有几百万无？无啊！我看吼、哦，电视讲五万，唔知有够无啦。啊，你若讲五万人去抗议，我讲即个抗议的吼，拢是在家己死好呢。你去投票嘛？马英九坐到伊的办公室，还是坐到因家就好啊？啊，无恁免啊！689万票，转予伊。啊，你叫伊讲卖做这卖做那，你689万票转予伊，意思是啥？你要做什么，我们都同意。所以可见啊，为怎个今日会这样正式讲，台湾民政府主张不去投票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们不是。中华民国体制内底人，讲几波，我甲看张武讲吼，哦，台湾总统某某某，有吗？现主席即个台湾人所选的是啥物总统？是中华民国总统呢？是流亡中华民国总统？甲台湾总统 ？No。本来美国，我有甲各位讲的，本来美国要甲咱模糊啦。模糊啥？要模糊咱一百冬呢？因为模糊到有一天，台湾人含遮为中国来遮流亡的中国人，拢男男做伙，囝生一大堆，以后才来讲。但是天佑台湾呐，即阵你讲的就对了。二六十年的时候，咱发现呐，咱发现讲，哎，唔是安尼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啊，你今日。我要跳过这些法律以外，但是要用法，我是用法律来讲，因为台湾民政府现主席的一个主张啊，有真侪人无多来理解，就是什么叫做日苏美战。咱讲台湾的地位就是日苏美战，因为拜三，咱要伫桃竹苗点广告；拜四要伫云林、宜兰、甲屏东点广告。下下礼拜一，咱要为桃竹苗开始作为南部《自由时报》要登广告，这是头一摆咱登这个在《自由时报》顶端来登广告。这个广告是要甲大家说明讲，什么叫做民政府？为什么要叫民政府？会当叫台湾国吗？可不可以叫台湾临时政府？会使哩不？还是台湾共和国可以吗？
通通不可以。所以台湾民政府不是咱家己想出来哦，不是哦，不是咱家己想想的哦，欢喜的时阵哦，规个讲啊，咱定一个名叫做台湾民政府，不是啊。所谓台湾民政府，这是特别是建军法以底下的物件，有经过战争去予占领，当地老百姓爱成立 civil government。Civil government 英语叫 civil government， 但是汉语来讲啊，就叫做平民，还是民事政府，民事啦，有一个姓氏就是民事，是民事政府。啊，那个讲个较白话，就是平民政府。所以台湾因为战败，所以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。所以台湾 civil government 是咱因为咱台湾战败，日本战败，所以。在国际法的下卡成立台湾民政平民政府，但是后来简称台湾民政府。啊，现在有人讲呢，啊，你不是讲规波台湾民政府应该要由美国军事政府替你成立？这嘛，搁一个问题呢。啊，你讲奇怪呢？啊，台湾这个美国军事政府无给你成立啊？美国军事政府有给你成立不？有，安那有？因为。咱告美国以后，告美国的时阵，甲最高法院，伊的判决的五点，在2009年4月7日的五点声明内底，法院的五点声明，其中讲，第一，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，台湾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；第三，台湾人民生活在政治的联合。什么叫政治的联合？因为什么叫政治？政治联合就是讲，伊用甲你骗的，骗你的政治，你伫政治圈内底，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，你该登票，你在盖那个票啊，就甲你骗啊，这是整个政治联合，你脱不掉啊，你脱不掉中华民国体制啊。其实，这个占领的权利是啥物人？你敢知啊？台湾的占领权是谁？美国。哦，你拢袂歹呢。啊，上一遍口拢遮牛呢，美国军事政府的权力呢？啊，这美国军事政府是啥物人？是杜鲁门呐、啊，战争赢的成杜鲁门呐、啊。啊，这杜鲁门开始伫咧转嘞，遐总统就连续伊的占领权呐、啊。所以严格讲起来，咱今日予啥物人占领？予奥巴马啦、啊。啊，中华民国是代替奥巴马来去占领台湾。所以你们在一起的2001年的时候啊，阿扁啊，那个阿扁啊讲，哎、欸，你讲是奥巴马的代理，啊，你那个狗啊，你阿扁有贪污无贪污，另外一回事。你就是中华民国要给你起诉，你可以要求不对，应该是美国军事政府来搞啊，叫去美国来搞审判才对呢。这点，所以咱替阿扁啊写一个告示状，阿扁啊签字，由我代理交予美国的律师。我相信恁伫报纸拢有看到。但是这个案件，咱甲送到五角大厦，有一点，五角大厦军事法庭接着这个案件以后啊，伊讲，哎、欸，这个管辖权不在我们。其实这个管辖权是啥物人？伫国防部啦。所以。你知道在美国过去台湾这款的情形，全世界通通没有这个例子。所以过去这些情形，你若要甲理清楚，坦白讲，你嘛需要试探啊。敢那未输咱拄啊开始咧告美国的时阵，咱嘛受规波呢？怎么样告美国？因为国家免诉，这国际法来滴，国家免接受人的诉讼，国家免诉，这是国际法的规定啊。所以以前咱就是讲，哎，台湾袂当告啦，你都唔是国家的地位不适格嘛，你不能告啊。但是后尾咱找到一条，人权可以告。哦，咱用人权告，哎，告嘞接受，所以一直拍官司，拍到最高法院。这就是我们动了脑筋，阿扁赶快这条路啊，但是后尾啊，他们讲要告吼，爱开足侪钱啊。咱无法度负担，迄阵分担两个官司啦，所以阿扁啊，迄阵阵伊第一摆驳回时阵啊，
咱想讲要搁上诉也袂，老板放弃安那，我们没有钱了，咱无钱好通搁来上诉。其实我们如果再上诉啊，所以因为咱个计息较高咧，再是去年啊，2010年的时候啊，迄当阵啊，美国才派代表来和我讲，讲安尼啦，阮将阿扁啊，甲因全家用直升机来再离开台湾。但是阿扁啊，你也甲伊讲，叫伊钱唔通回转来。当时伊就是钱回转来，中华民国甲关甲死。2010年的时候，我就八月份，我就去找，因为你知影吼，2001年的以前，我甲阿扁啊，伫迄个监狱内底，拢总拄到四百面，互伊签迄个委托书啊。但是，我迄当阵和迄个咱的副主席潘良华，有去甲因后生讲，但是伊都迄当阵消选举啊。我甲讲，你若选掉，照常中华民国会甲你救来。你不爱听，所讲的所有代志一一兑现，一直回转来，七八也回转来，你叫我去讲，搁再去讲，无可能啊！七八也回转来是代表什么意思？证据充分啊！啊，你证据充分，啊，美国要出面吗？迄当阵拄啊开始的时候，你若卖回转来。美国已经有派检察官甲中华民国咧讲，伊照这个美国的法律，阿扁是代理占领美国占领的叫做行政长官公署内底行政长官呢，同时兼军事政府在台湾的代表呢。伫法律上是安尼啦，啊，伊都唔知啊，伊都无读法律啊，伊虽然是律师啦，伊都无读啊，所以这一点呢，伊错失了。一关来久。我甲各位讲，台湾民政府执政，伊才有可能出来。你即马做啥物努力无效啦？哦，无款哦，大家无款哦，来救阿扁哦。你何必无款？你不是真侪钱吗？何必呢？所以有真侪代志吼，即、這个法理上，你也照迄个法律。台湾人今日可怜的所在是，因为咱唔知影法律，咱记在伊欺负。讲你是中国人，你就讲你中国人，所以这真可怜呐、啊。所以是安怎？咱台湾民政府成立到今日，咱用这个武器，就是法理，一直在控告。那到今日为止，我们控告没有停止哦。有的是美国即马讲，哦，你卖搁告啊，你搁告，阮的，阮哥哥要选举会害啦。会害我紧啊！你会害你袂调啊！你就是调我嘛，搁甲你告啊！除非你讲你答应我的条件嘛。我台湾人伫只遮尔啊可怜，伫啊遮尔啊侪年，我台湾人已经头壳拢歹去啊。所以美国军方讲，咱爱上这个课，就是要创啥？讲甲各位讲，真正的台湾的历史到底是啥物物件？大家嘛讲是台湾人。马英九台湾人，胡锦涛嘛讲伊台湾人，我甲你讲，伊来一抓台湾，伊讲我是台湾人。陈立人嘛讲我是台湾人，你无伊法度啦。你啊看中华民国体制，即马伫创啥物啊？你敢看有？马英九伊做了着，伊中华民国总统是安怎做的？为高中开始拢补上，甲大学补上，哈佛大学补上，因为国民党提供奖学金啦。很简单啊，啊！但是伊个造成的形象下，哦，伊足够读册。你敢看伊这个做中华民国总统做甲只笨蛋？高中的数学48分呢，高一啦，48分恁大拢知影袂当补课呢。以前我哩个时代较严啦，即马我唔知啦。袂当补课的人竟然会三科无及格啊，竟然升高一啦，足唔甘愿呢。考到要死，阮才入去建中哦。阮有话同款是建中，阮考到要害呢。至少屁股吼、哦，挨着导师的迄个藤条哦，挨好几下呢。喊我都爱去用打屁股啊！你想看麦啊？因为我家己自认为讲足聪明诶，但是初中的时阵嘛，非常非常认真啊，啊才考掉，
啊，伊拢免呢，有一个伟大的爸爸呢，伊叫靠霸主，伊调建中啊，啊建中了后，调干湛江啊，湛江加分，台大法律系，啊了后中山奖学金哈佛去，我定嘛你讲，台大法律系，敢有一个人考不到律师，名叫做马英九。哈佛大学敢有一个人无挑考到迄个美国的律师啦，名叫做马英九。伊哪老啊？你也看即摆台湾变到即款形，但是变到即款形是有伊的理由哦。啊，我一只吼先插一个广告，我正看到迄个先生，我才知影。咱各位吼，先完，若要做西装，咱的制服啦，伫后壁总理的办公室，热天的，两条裤子。一件上衣跟我这同款，5000块。啊，你若要接受高级班呢，我希望高级班拢爱做，因为真侪场所咱拢规定，咱的学员爱穿西装，女士嘛是同款，一条裙子一条裤子。哦，啊，你会让家己去后边迄个总理的办公室啊去量。阁继续讲。就咱今日，咱台湾一直伫用法律来伫讲，讲到今日为止，美国已经承认讲吼，即马现就是咱拢已经非常清楚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过去无人讲，我哪有可能，我拢无看到美军。法律的物件，毋是讲你有看到无看到，伫国际法内底是讲占领是啥物款的情形叫占领。今日美国宣布讲，伊拉克你的对一个地区内底。袂当飞机把飞过，啊！若飞过，我要甲伊拍落来。伊拉克迄个地区有军事占领无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占领？占领。这个海洋，这个区域，你袂当甲驶船过。你若驶船过，我要鱼雷甲你拍落来。这个地区有占领无？啊，有看到美军无？没有。今日你无看到美军伫外口伫乱乱踅，毋是代表讲没有占领。这是观念啦，这是逻辑啦。国际法清清楚楚的规定啊，所以今日你有看到美军在台湾无？有，我跟你讲所在，新竹的乐山基地，台东的长滨基地，那个花莲嘉山基地。台中的青天岗基地，台中是每天飞机在飞呢。左营军港，拢总这些所在拢是美军已经2000几个人入来。半个月前，半年前我讲 AIT 这个所在会降级，果然无错啊！一个月开始。AIT 的处长换科长级来去做处长啊！啊，中华民国都干干叫，哦，被降级，爱来问我啦。425个职员，要剩50个尔啦。啊，若剩50个要安怎？后摆要办签证要安怎？台湾人唔免签证啦，是中国人爱签证啦。所以美国是紧张啊，要发这个旅行证件，可能就是原因伫遮。后摆所有本土台湾人拢毋免签证，你敢占领？你占领，你就爱互我直接会当去美国诶，因为台湾犹阁是日本诶土地领土啊 ，territory， 毋是 colony， 毋是殖民地呢。殖民地它可以阻挡你，但是如果它领土伊袂当甲阻挡，一切咱照法律来啊，法律就安尼规定啊，你就爱照安尼来啊。所以我要今日。这节课要甲各位说明讲，什么叫做日俗？这个俗什么东西？这个日俗是属日本政府，还是属日本天皇？还是新的日本，还是旧的日本？有复杂无？非常复杂呢。你甲看，这个是昭和15年的相片，就是1940年、1940年的照片，就是日本的这个照片，你有看？红的拢是迄当阵伊的土地，这个土地
韩国这块土地啊，是1910年，甲韩国的皇帝，日本天皇甲迄个皇帝签一个并合条款。并合条款，伊就是讲，这个土地的主权，还阁是朝鲜的皇帝，但是管理权，韩国的管理权，朝鲜的管理权，交予日本天皇。迄个时阵，伫这个国际法内，这块土地是等于是日本天皇伊的殖民地，但是甲台湾无共款哦。台湾原来是清朝的拓殖地，然后根据《马关条约》1895年4月17号签了《马关条约》的时阵，大清帝国的皇帝永远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天皇。上节课我甲各位说明啊真清楚，割让给日本天皇跟割让给日本是不一样呢，有一个所有权人呢。所以自迄个时阵开始，这块土地就是日本天皇伊的土地。但是你会记得我有甲你讲，拓殖地表示因为台湾的正平要可是原住民的土地啊，一半尔。啊，你一半的时阵，定义是。台湾从来没有建立过主权的原因，就是伊一半的土地尔。所以这个一半的土地，人日本伊有照国际法开始做。伊伫1905年的时阵，伊有开一个国际会议，针对台湾的地位开一个国际会。迄个国际会开的时阵啊，迄当阵住伫咱台湾的以前的迄个美国的做参议员，参议啦。领事啦，领事，后尾啊调去伫澳门。啊，伫台湾的时阵，伊开会的时阵伊有一个决议啊。因为台湾的原住民啊，是部落的形式，没有国家的形式，拢是部落一个14个族。所以，这个部分啊，没有主权。所以日本迄当阵全决定用。其实要打台湾是不简单的，他用警察和部队，那时候的部队，出动的部队，是比他跟清朝作战的那个部队，还差不多要加倍，所以原住民很坏，原住民极力抵抗，但是在1915年，就是1915那年，日本将全台湾这块土地，他建立主权，建构台湾的主权，在1915年啊，去当人家来征服、打败所有的原住民，用10年的时间啊。所以前面讲哦，原住民是条真伟大啦，就是原住民这么伟大吼，国民党嘛惊伊啦，大陆嘛惊伊，日本人嘛惊伊，但日本人除了惊，还有日本人很尊重原住民。1915年以后啊，日本开始建构台湾主权。迄个时阵，才一旦可以声称说，台湾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整块土地开始有主权了。但这个主权是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的。阿弥陀证明，有1922年2月6号，有一个裁军协定，伫华盛顿签，拢总有9个国家签，其中的19条承认讲。台湾澎湖是日本的领土，真清楚啊！各位，日本建构了台湾的主权以后，但是在迄个时阵，在国际法内底，台湾在迄个时阵，日本仍然把台湾当作殖民地，就是讲，你台湾人和住伫日本的日本人是不一样阶级，二等公民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日本的那国际法的专家，他们就开始构想，怎么样让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人民来变成日本的国民，日本的公民。因为土地是殖民地，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，在那个时候，日本人来看这个是算居民而已。所以日本就照以前他对北海道、北海道采取的方式一样，北海道是爱奴族住的，爱奴族讲的日本话，甲人无，甲日本人讲的无同款，所以伊在迄个时阵，伫明治
宪法明治皇帝迄个时阵，迄以前啊，大政迄个以前都已经开始做啊。伊就安那，和爱女子开始学日语教育，所以教育制度各项拢改变，改变了落尾啊，伊实施宪法的时阵啊，迄块福开就原来实施日本明治宪法。所以迄个时阵开始，福开到北海道这块土地变成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各位，台湾这块土地，伫1937年开始，日本台开始这块土地实施皇民化，因为当时的北海道嘛是实施皇民化，皇民化以后开始也要讲日语。你这无你讲这块这个人拢是我日本人，你这无爱要讲日语啊？你要改姓名。日语啊，制度开始拢学日本，全部甲 copy 过来。所以1937年的时阵啊，实施皇民化，这伫外文章内拢有啊。啊，到1945年4月7日，正式日本天皇宣布讲 ，OK， 台湾甲朝鲜合力实施日本宪法。日本宪法实施的意思讲，住伫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有参战权。这个参战权是非常要的，这是万国公法来的，非常要的。你有参战权，就有效忠的对象。你有效忠的对象，就是日本天皇，你就变成日本的国籍。你要效忠谁？大日本帝国。听清楚哦，不是日本哦，大日本帝国效忠天皇，因为你做兵。因为国际法真多国家拢安尼哦，叫你来做兵，啊，你要给你国籍，这是万国公法里面的规定。朝鲜的问题来了，朝鲜冇做兵，但是伊本身日本天皇无主权啊，伊敢有管理权啊，啊伊做兵，所以迄当阵去做兵的日本天皇拄啊开始战败的时阵，伊冇将朝鲜的人啊，甲因刷伫建国神社咯，因为做兵啊，就是、做兵的遐人，死去遐人，但是后尾啊，伊独立以后啊。伊这个人搁较刷倒转去，伊讲阿汪已经变成我们自己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啊恁遐伫日本遐建国神社遐人会当倒转来。日本今日真害所在伫对里头，日本现在真遮尔乱，大部分拢伫左派，因为日本迄当阵开始咧建设新的日本的时候啊，伊予遐朝鲜啊，差不多百几万人啊留伫日本啊，今日伫作怪拢是遐人。遐人创啥？当然，我即摆毋是讲每一个吼，因遐人大部分啊做两项工作：拍正果、挂胶、卖春。所以变作遐人累积财富了，现主席遐人啊动算，这就是民主党啊，现主席民主党。所以民主党遐人变作他不是很爱日本哦，但是日本哦，还有一个问题哦，大日本帝国。因为修宪变成日本政府，日本天皇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，日本天皇将管理权交给日本人民所组成的日本政府。所以你看哈，大日本帝国在这个时候拆做两边呀，大日本帝国在变成日本政府的时候是一个新日本。但是大日本帝国伊个宪法实施的时阵，是当时是全体拢总有，即、這个红个所在拢有呢。但是落尾啊，韩国独立，即、這个走去的，朝鲜甲台湾这两，即、這个琉球甲台湾这两个所在啊，因为迄个时阵要过伫军事占领，逃过一劫。所以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限制内底啊，没有限制到。琉球跟台湾，所以今日琉球跟台湾仍然有大日本帝国的宪法，但是日本的宪法、日本政府已经改变，所以有人来讲，啊，日本天皇都已经没有财产了，错了，日本天皇没有受处分，伊的枢密院内底。日本的政府、日本天皇的财产拢登记伫内底，这是什么？2009年12月15号，习近平
去访问，去拜托日本的天皇。迄当阵美国该安排去见面，本来美国不爱，迄个日本政府不爱和伊该见面，去甲拜托。你知影伊见面差不多十分钟尔，主要讲啥？即马阮中国经济较好啊，阮甲你买台湾。日本天皇回答啥？歹势，我日本皇家从来没有卖土地。他回绝，讲话15分钟尔，我哪会知？日本天皇见面的时候，日本天皇甲伊的一个翻译官，甲伊的一个迄个宫内厅的长官，我哪会知？美国讲的。所以台湾差一条，中国要想要买台湾，原来中国人伊嘛足清楚台湾的国际地位啊。所以自从咱这个战争话开始讲以后，这三年来啊，中国唔卖国讲，搁在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从来没有讲过，足清楚的物件嘛。啊，即摆讲来讲到日本，日本的大帝国的宪法。既然在琉球跟台湾仍然有，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实施？因为占领。你看哦，1972年，尼克森和佐藤荣作讨论琉球的事情，他专心给日本。照道理来讲，琉球要还给谁？还给谁？日本天皇对了。啊，献给日本天皇啊！但是献给什么人？日本政府呢？这个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底下讲的迄个日本政府有同款无？不一样的。所以今日琉球等于是去用 suspend， 去用悬置，干那甲吊起来，甲吊起来，甲台湾同款哦。伊即摆琉球去吊起来，搞什么人管？日本政府管台湾的经营。赶快 suspend， 要跳起来！美国搞什么人管？中华民国管。所以琉球真正的地位跟台湾的地位一样，但是琉球人唔知啊，这是是安怎？咱爱去日本去甲因参加40周年反40周年，伊讲复归祖国日本。复归了，恢复了，归还日本祖国40周年。但是咱台湾，咱即摆甲写台湾返还日本，返还祖国大日本联盟。一个讲日本，一个讲大日本，为什么？咱是要等于啥？天皇迄个大日本帝国啦，咱就爱甲教琉球的人。让他们知道说，你今天你不是等于大日本帝国呢，你是等于新的日本政府呢。这个新的日本政府绑架了琉球呢，中华民国绑架了台湾呢，还有注意吗？你这么大汉，你没听过？但是我说的都经得起考验，这是国际法律。所以美国也惊了，我们竟然60年后已经把它全部揭出来。所以美国讲，安尼过来要安怎？台湾这种的情形，琉球这种的情形，过去在全世界从来没有发生。我讲美国嘛足要死的呢，一放给咱这台湾，咱默默受的，搞不清楚啊。美国今日伊在处理台湾的问题，伊讲。Roger， 你要先考虑我的利益，就我的利益是什么？美国的利益，然后再考虑你们台湾人的利益，中国的利益不用考虑，中国无关的呀。你已经挂给人啊，永久割让给别人啊，永久割让给别人啊，你现在用你的民族主义啊在批判台湾人啊，台湾人哦也是真不好啦。台湾人小心眼呢，本来建掰，1945年8月15号建掰，
啊，雄雄一礼拜以后讲见证，大家拢要做见证歌。尤其伫日本的遐个人，国较嗨，因为见证歌伫日本哦吃香喝辣呢，哇，因倒转来欺负遐日本人呢。其实伊嘛是日本人啊，啊，但是伊倒转来，伊用政治的因素来欺负遐日本人。今日台湾的地位，无几个人知啦，什么人知？美国国防部的智库拢知影啦，因这智库即马含美国的国务院内底有一个台湾小组，差不多19个人，因即马嘛知影。所以是安怎？南海出代志的时阵，希拉蕊透过关系叫咱讲南海的法理地位，叫咱写给伊，咱写给伊啊，伊就照安尼来讲啊。所以各位你爱知影吼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上课，你是要追求的是法理的真相，啊，这个法理真相会不会实施？当然会实施啊，是只有时间的问题而已。法院如果判说这块土地这间厝是你的，谁都抢你不走。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听，一对翁仔某结婚，婚姻关系是存在的，哪怕离婚以前，这个婚姻一定是存在。今天日本天皇跟台湾电视结婚同样，这个宪法在台湾的实施。今天见败，安好你来关。我请问你，这个某想要改嫁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绝对不可以嘛，这个都知道嘛，这普通常识嘛。日本天皇跟台湾有关的，跟他比如说翁仔某同样，有一个契约在里面。即马你台湾讲，中国要甲你提起，可以吗？无可能嘛，法律上都已经存在，你是要哪提啦？即马戆的是啥？台湾在戆啊，台湾搞不清楚啊。台湾是啥物戆？为什么时阵开始戆？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，隔两个月，麦克阿瑟来台湾访问。这个访问也很趣味呢。那当时呢，蒋介石穿什么衫？军服呢？奇怪，你又不是种总统吗？啊，你穿军服要创啥？啊，你嘛无做兵啊，你也穿军服？因为一般命令第一号，1945年9月2号，一般命令第一号，将台湾的日本人投降交予蒋介石啊。在迄个时阵，咱听人讲。美国确确实实有意思，想要将台湾来交予蒋介石。坦白讲啦，伊要交交会出来无？假设啦吼，假设啦，伊马迄个开罗宣言啦，因为开罗宣言蒋介石有讲答应讲吼，他不侵略外国。但是后来爆发迄个韩战吼，中国去侵略迄个朝鲜的时阵啦，美国开始不谈了，因为开罗宣言已经无效了，因为违约了嘛。他侵略了韩国嘛，所以这个毛泽东这世人做这个代志非常错误啦。伊若卖去怕朝鲜哦，卖去侵略朝鲜哦，我跟你讲，台湾问题要够他讨论。当然啦，占领不移转主权，神圣的领土不能够割让。我看你台湾没哪管，你就是联合国也好，同盟国也好，美国也好，你讲台湾要搞什么啦，都不可能的，没哪管，怎么割？满国讲话几家了？你怎么割？神圣不可分割了。低调呢？用币，无你中国出钱，啊出钱要干啥币？天皇啊，要求天皇就有钱嘞，买币啊。所以我们很放心呐、啊。什么人啊？怕台湾啊？我讲日本人先跳出来，日本天皇啊。虽然日本天皇无迄个武器，但日本天皇戆戆嘞，因为因这个政府是旧的呢。不是 大日本帝国的那个政府呢，所以今天讲起来，咱常在讲日俗美战，咱这个日俗是这个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要回到大日本帝国宪法底下的日本人呢。所以有人讲哦，你这人想要做日本人 ？No， 我要做比日本人更加高一级的。所以我常在讲。这个法律
行落到地，到落尾变成台湾人去管日本，绝对的，一定的。琉球跟台湾联合起来管日本。我若讲安尼，你无一定听有，我阁甲你讲，我甲讲一个较简单，互你听，你就听有。天皇伫顶悬，天皇即马伊个宪法明治宪法本来是实施即个所在，但是因为战败，所以总理东条英机爱负责首相啊，爱负责，所以就这样和平条约第一条 B 内底，将日本天皇权力甲剥夺，剥夺做啥？剥夺中伊交予日本人民。和人民所组成的政府，安尼的时阵，变作新的日本成立，新的日本成立。但是好佳哉呢，好佳哉，因为迄当阵琉球是美军占领，台湾这块土地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军占领，所以被占领的时候，这两块土地的所有权，法理上面 suspend 悬空，无去。去打到迄个就这样和平条约一笔啊，所以今日这两块土地，还阁是大日本帝国的土地，天皇的土地，因为天皇等于大日本帝国政府，天皇就是政府，天皇就是国家啦。所以这款的情形，后摆台湾要哪行？美国甲咱出问题啦，台湾怎么走？美国有提出一个提议，我即马咧讲的是头一摆讲，高级班我嘛偏偏会讲这個，但会讲啊，佮讲啊较详细。美国这个提议，伊讲因为全世界过去唔捌有这样的情形，你即马台湾要哪行？你台湾人爱家己决定，你台湾人爱出声，爱甲我讲要哪行？啊，你写一个 proposal 给阮，啊，阮甲你批准。还有提三个嘞，澳大利亚一个嘞，纽西兰一个嘞，加拿大一个嘞。这三个所在所尊敬的是什么人？英国女王、英国女王，是因这三个国家精神上或者是表面上的领袖。啊，英国女王才派总督去那个国家，啊，所以。写这三个例子，澳大利亚跟纽西兰不太一样，英国跟英三个都不相同，但是我看看这制度的里面，纽西兰最好。纽西兰是怎么做？他们的参众议员选出一个总理，总理提名总督的人选，总督的人选报给英国女王批准。有开始这个制度以来，到今日为止，女王从来没有说不，只有一次。女王任命了总督以后，总督是纽西兰的三军统帅，但是总督不可以干涉总理的行政权跟管辖权。这制度你没听过？但是纽西兰就这样做，啊，问题在哪呢？万一总理人换，总督要换，所以有一次，这个总督哦，起笑，因为他较大，虽然他是总理给他提名，他较大嘛，总督较大嘛，说将总理免职啦，啊，以后就变成宪政危机啊，哇，就害了，啊，较小的人把总理把总督免职，啊，总督将那个总理给免职，啊，宪政危机啊！因为总理变伊是多数党选出来的领袖啊，啊是有任命权啊，哦，所以咱都要做参考嘞。后摆咱台湾哦，都爱安怎？干脆你这个总督哦，和你免改选好了。这个总督是代表什么人？代表天皇的。啊，所以日本天皇到今日有财产无？有啊，日本的四块土地、琉球、台湾拢是伊的财产啊。这是伊的枢密院内底宫内厅啊，拢有登记。
所以你要从台湾要独立，美国跟你讲清楚，你台独代表战争，上面跟你怕美国啊，我占你啊，你搁要独立，他有可能让你独立？卖讲独立啦，你今日让你投票嘛好嘛，同款啦。哎，人别人的土地，你讲公民投票要人决定，安尼真简单。你住你住的厝啊，阮招三四个来领导，跟你公民投票啊，讲领导变我的，安尼袂无？你袂无？你唔嘛？啊，你这就知影唔嘛？啊，你讲台湾要公投，你想看咩？头脑小想的，小想的。因为咱过去受的教育，让咱的头脑拢已经飞起啊啦。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你的老爸老母是日本人，你什么人？日本人一定的嘛。老爸老母拢美国人，生的囝什么人？美国人嘛。你无国籍，你想来无国籍？美国法院判决无国籍是对的呢。因为你这样suspend啊，台湾的地位suspend啊，悬空起来啊，悬空起来在这个所在啊。你无国籍，咱的地位跟日本天皇啊一样。你为啥想你呢？啊，日本天皇定义是大日本帝国，咱台湾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啊，国民啊。啊，所以回过头，日本天皇会当来，袂当讲 yes or no， 但是会当点头摇头嘛。所以当伊呐任命这个总理的时阵。因为日本人到今日为止，虽然跟日本天皇没有直属关系，但是日本天皇还是因所尊敬的嘛。在法律上，他们还是很尊敬日本天皇嘛，因为土地拢伊的嘛。所以伊袂让管之下，伊若派一个人出来代表日本总，迄、那个日本天皇的时候，这个总督要管日本会使哩无？当然可以啊。所以我。连续有几下摆上课，我咧讲这个故事，唔是故事啦，整个的安排就是这样。所以台湾人唔免看起你家己，所以我常常看遐中国人袂起，伊干那会晓骗，胡白讲，啊讲歪理。你看咱这网顶现出是啥哩？你干咱去讲我呐，还是讲咱安尼胡白讲的人，对一人我都讲出法理啊？你哪一个？大家拢是讲一套，另外一套阁无同款，变来变去。其实，法理绝对是咱台湾以后要走的路线呐。噶既然予咱知影，台湾民政府会走下去。啊，你们拍手呀！我听讲拢袂记呢哦。但是我烦恼恁不一定听有。所以你爱买一本册啦，我无甲你骗啦。一本册你啊哦，还过一本啦，还袂出来，够较深啦。哎，你不能走呢，等一下会有人会量呢。我快下课了，还有人要量。因为我即马要甲各位讲的是，甲美国讲的同款。其实你等于嘛，我咧甲他讲，因为你不能推得太快。台湾人听不懂，卖讲台湾人听嘛，连他都听不懂。讲甲问讲，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？其实关税领域是什么意思？占领地啊。台湾澎湖是，不是叫做独立关税？台湾澎湖是分离关税领域，金门、马祖是独立关税领域。两个按那个合起来，我甲你叫独立关税领域，啊，大家就飞起来。所以关税领域是占领的代志，占领区。什么人的占领区？美国。所以分离关税领域是谁的分离关税领域？是美国啊。所以美国的 WTA 甲你帮忙是应该啊，你都不要看啊。独立关税领域，其实伫战争法内底判例都有啊。所以你甲看，全世界伫行，美国伫行，还是其他国家伫行，拢总照渐进法一步一步在走，一步无停差。只不过美国人为着伊本身的利益，伊不爱互你知影，
一撸满台湾人啦，撸满灾，他越的获得的利益啊越大。所以你也看哈，你讲哎、欸、奇怪，美国拢无表态啊，啊美军都没有看到，这要死哇，日本拢买枪这方诶。那你看伊头拢，拢小平头啊。你去长庚哎，迄个台东的兵，说长兵啊，啊甲这个啊做迄个清泉岗遐，拢总是落来。你知你若有机会去清泉岗的美国迄个军事基地，你是咪哦？你感觉迄是伫美国诶？拢总讲英文，卖物件啥物遐拢阿多啊，就是看起来敢若咱的人哦，嘛是讲英文，好像置身在美国、啊。所以台湾人伊就直甲你骗啊！你也看吼、哦，有一摆你毋知看报纸无？主要是无有写，中国的飞机要降落伫迄个清泉岗有啊，有民营啊嘛，慢五分钟尔。no， 甲飞转去，暗时啦，因为塔台什么人控制？美军的控制，慢五分钟不可以。伊讲啊，无我转降台北 ，no， 你甲飞转去。所以后尾中国发表啥？我们不跟那个清泉岗往来的，以美国的控制啊。我甲你讲哦，其实我爱国。利用机会，我甲各位报告一个代志：台湾人甲中国共产党无冤无仇，你唔通受个教育。台湾人甲什么人有冤有仇？中国国民党啦，等于甲中华民国有冤有仇啦。冤有仇，还是讲债有主啊？你找谁？啊，找迄头啊！啊，奇怪呢。国民党跟你有冤有仇，你去找共产党的麻烦，哎、欸，唔对呢。啊，即摆国民党足厉害呢，即摆教育跟你教改讲反共抗日。你即摆在发反共讲话，伊要跟你坐伫遐啉酒啊？各位啊，啊台湾人啊安尼啊，共产党有跟你抬无？无嘛。国民党有跟你抬无？有啊，二二八看抬了济啦。所以。咱的教育，咱的头壳，和国民党是洗甲空空空啊，戆戆戆啊。所以恁来受训的原因是这个所在啦。所以我鼓励各位讲，恁高级班你来来，你若后摆要做咱的民政会行政官员，一定要受过高级班啊。啊，若无哦，你敢受普通班哦？我蛮有看到一挂人哦，受过咱普通班的，咱甲做人蛮，还佫去总统，还佫去行，无几个就影啦。迄个思想哦，变来变去。台独嘛对啊，民进有嘛对啊，绝对一个对尔，哪会拢两个拢对？各位，今日我无讲叫你讲一定爱相信法理，但是你如果相信法理，你就要坚持到底，这是真理啦。不管你是基督教也好，佛教也好，道教也好。拢是爱相信真理嘛？你若真理，你就爱行会通；你毋是真理，就行袂通嘛。毋是真理，你会行较久，但是永远袂通。真理一定会通。今日就是讲，我已经会当看到明仔载的台湾到底啥物型。明仔载的台湾，迄阵讲，所以我定咧讲哦，台湾爱觉醒，现在要觉醒。台湾民进是非蓝非绿，听好清楚啊！我们不是蓝的，我们也不是绿的。遐蓝军，中国国民党遐人，国民党本身和咱台湾人有仇，但是中国人和咱台湾人没有仇恨呢。是不是不好讲？因来去占领台湾，所有的体制拢是替因中国人咧服务。很主席的部长。70%拢从中国人，演艺界70%拢是中国人，你靠好谈啊！啊，台湾人身上较水的、较缘投的，你没有机会了。迄是长期下来，中国国民党伫咱台湾的统治手段。
台湾人歹趁食，中国人会当伫迄公园行哩，行几里，固定一个月阁两万几块，破病阁是拢总免挂号就当入去，这拢是因人，因占你啊，你话无吗？台湾人从来无予中国人甲你当作伊个同胞啦，伊是甲你占你啊，他占领台湾，奴隶台湾。全世界有一种蚂蚁叫做红蚂蚁，这种的蚂蚁啊，细只、歹，但是安怎呢？伊家己不爱做工课，啊，伊不爱做工课，伊哪生活？生活？伊吼，看了迄个土蚂蚁吼、黄蚂蚁吼，诶，巢穴，伊就去甲侵占，去甲侵占的时阵哦，伊就将伊迄个黄、迄个胖、迄个蚂蚁的迄、那个蚂蚁的王吼、哦，鼠王甲刣死，刣死了啊，伊的迄个叶子啊，涂在他的身上，啊了后将伊的卵吼，扛登去因家啃，啊因家啃了以后吼、哦，生出来遐土蚂蚁啊，因为伊身上涂着迄个。因迄土蚂蚁、迄螃蟻的、迄个蚂蚁的，到遐的迄个王的体液嘛，替伊做工。咱就是土蚂蚁啦，第二摆抬拢啊抬抬死啊，啊这第二代拢在替伊做工啊，去浇水啊，去做兵啊。后加咱咧发现讲，安尼唔对呢，你是你的真相大白呢，你是。红蚂蚁呢？你不是土蚂蚁呢？所以咱即马即真清楚，公民权益法案撤规。可怜李登辉前两天跟你讲，到底台湾人要合作，合作一讲我哥嘞。你敢欺负我？你敢奴隶我？你叫我跟你合作？等有一天本土台湾人统治的时阵啊，你再来讲这句话啦，好唔好啊？好。靠人安尼。很可恶呢，我感觉。阿姨呐，伊是官房不爱甲提掉呢，做十三年的总统哦，不想拿掉了，所以我要批判他呢。我嘛是李登辉集会秘书长呢，今天还是呢，但是我都不爱开会啊。可是谁也不能把我免职啊。阿姨要甲见面，我怎么不爱啊？叫人家讲几下摆啊，我不肯见面啦。唔是讲我渴啦，你起要讲啥？头甲你说说诶，你要听话。我虽然较细汉啦，我也不一定要听你的话。我讲的是论述的真理伫遮啊。所以今日的台湾人，伊有遐人做咱台湾人的糟糕，做中国人的糟糕。继续奴隶台湾人，所以你台湾人死好，你无问遐应该，你有权利你也要清楚，叫你卖投票，你卖投票。美国老早跟你讲，伊赢80万票，你嘛照常去投。当然啦，倒转来我问，你有去投票？大家拢讲无啦，我歹势。我问看卖啊。有去投票？目睭起起，目睭起起，讲实话，有去投票？举手我看麦，啊，手放来，好啊。这我甲你讲啊，自讨苦吃啦。借口，这拢借口。搁再一摆去投票，你嘛照常安尼啦。讲啊，敢那真诶呢？我甲你讲，我搁甲你讲，你若无坦白讲哦，你今日上完课，你转去吼，你会当看报纸。以前你拢看无啦，我无骗你啦。以前你看了报纸，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。后摆你若看到台湾哦，你甲变做中华民国。啊！若看到中华民国变做台湾，啊！来看报纸，你也看有啦。
啊，你其他一挂现象你也唔知，你就利用咱每上课的迄个礼拜天哦，你就来上啦，你就听有啦。现主席，我甲各位讲一摆吼，台湾民政府的官网，你要去注册，你是第三十期的，你只要打上你哪一期三十期，不要上网的你也去玩看麦啊，不要上网，啊有后生无？有后生，后生叫后生给你闯，以后自己要上网，你要去点，伊有一个问题讲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二。没有错，他为人讲一开始瞎鬼波了，我都不能的注册了。我想啊，我一加一等于多少？好像不知道呢。我你有读小学不？你不能安尼讲诶，安怎讲呢？伊就是讲有啥物陷阱？没有陷阱啦，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嘛。甲你问下简单，你就无法度注册。哦，我是买名号怕败啊。咱个迄个叫做王先生，迄个网站个注册个拍了，迄个我甲因讲安那注册。你有看吼，即一个电子邮件的地址啊，你的地址网邮件的地址个拍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嘛吼。啊，过来密码，你家己设定密码，啊，自己设定。啊，设定啊，重新就是头前密码，佮重新迄个两个要重复要一次啊。啊，即重个都第迄个。一加一等于多少？谢谢啦。有的人拍鬼包，拍十几摆，讲我没有办法注册，我为什么没有办法？啊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？我唔知呢。哇，有二啦。对，我讲王啦，哎，嘛唔是王，倒着王啦。啊，我正要跟你讲答案，你也要不？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二。这么简单，这都简单，这种台湾人哦。很可爱，我不爱骗。头脑想好啦，想几步拢想无啦。啊，来，我继续阁讲。台湾的地位，你若要讲台湾地位，爱从马关条约开始讲起。马关条约，有个人，即有个人伫网顶甲你讲啊，马关条约不算，马关条约不算。为什么不算？因为日本侵略中国，不得已之下，我们签的那个呢不算。你说算不算？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皇帝对皇帝签的那也不算，到有人提起钱去啊，那个光绪皇帝讲你不会签，你要签，没啊，签了算。所有的条约都是不平等，就介就伊跟你讲啥，课本讲的啊。哦，他好伟大，底下溪流在鱼逆溪而上，所以讲哦，对日宣战，还废除不平等条约，有啊，不平等条约，所有条约都是不平等，哪一个条约是平等？建经一样，那也平等，你建书嘛，你要听我的，啊，你若不爱听，会使无？会使，继续拍，消灭危机嘛，就这么简单了、啊。所以所有的条约都是不平等。就介就伊讲对日宣战，当时宣战你知嘛？1941年12月9号宣战，1941年12月7号日本奇袭珍珠港，我不讲偷袭啊，奇袭珍珠港，忽然间天怕珍珠港。啊，12月9号，蒋介石公一对日宣战，是不是对日宣战？对不对？不对，那也丢。他那时候的身份是什么？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吗？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吗？当然不可以啊！那当然主席什么啦？国民政府的主席长林森呐、啊，林森宣战呐、啊，不要脸呢、啊。往脸上贴金，公于宣战啊！1941年12月9号宣战，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，偌久？三年多尔，伊讲八年抗战，咱嘛拢相信啊！你唔相信？你去问所有读册的囡仔，
我们对日，因为我们对日宣战几年？八年抗战。那日记我拢讲啊，足清楚，你日记给你家己算啊，你可以算看卖啊，敢有骗你？伊因为当时讲，伊因为当时讲算，你知道？1937年卢沟桥的七七事变。啊，卢沟桥的七七事变，日本讲我们进出支那。中国就是支那，没有错啊，支那，支那，进出支那啊，那没有宣战啊。你看人打伊拉克，伊拉克的时阵，小布希伊讲，如果你伊拉克的海山48小时之内，你没有离开的话，我就开始攻击，正式宣战。结束的时候，伊的航空母舰丁完工，哪一天我们就停止战斗。所以宣战战斗停，拢爱停。啊，搁一个足重要的问题，什么时候停战？还是讲中战呢？咱即马定看中战，什么时候中战？和平条约生效日才是中战呢。所以投降、签署条约以后，可能还是会恢复宣战战争呢。所以一定要和平条约生效那一天才停止战争啊。所以整个战争来讲，是1941年12月，不是啦，那个十二月应该是，如果要战争，那个美国打那个是八号开始啦。八号的时候，在那个美国国会宣战，你看美国国会哦，不是总统哦，总统没有宣战权，总统他没有宣战权，是让国会宣战。国会对日本宣战，到战争结束是在1952年4月28号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。所以台湾的中战日是什么时候？1952年4月28，在布宗纳下。哦，1945年10月25号，台湾光复。啊，你见白那有光复啦？没有吧，没有光复啊。所以很多事情哈，为头到尾，中国人骗到尾，啊，咱台湾人相信到尾，啊，愈高读册愈嗨。我算其中的一个，不过我若读册了较紧。恁若不相信，恁等于吼，恁去问遐，恁遮年轻的吼，恁等于去问遐少年啊，甲恁年纪差不多的，遮问的，因拢倒啦，我无骗你啊。你个课拢倒啦，甚至于年轻人，我们有战争吗？好像很和平，有可能啦。讲我没有兴趣啦，有啦，有可能啦。甲你讲我没有兴趣啦，即个讲戆腿啊，真正就是土蚂蚁啦，会当做工尔啦。啊，伊即摆就挑过伊啊，蚂蚁就好像互你。食饭困难啊！是不是跟你讲哦？啊，无做哦，我若无做哦，选什么人嘛同款，无做哦，就无饭好食啦。会跟你讲安尼有啊？土蚂蚁，你无做无通食，啊，互你直直做啊，啊，伊直直食。台湾我老公，我想想啊，我那想想，我感觉足爱笑的，当然足怕病的，啊，最近直直叫啊。啊，无浇水，讲伊今日来关啊，根本就袂当叫人浇水。我去争取，我继续伫搞，所以即马中华民国党徽无去啊，军队无去嘛，含迄个徽就无去啊。我有一张，你有摕，你有摕啦，来摕来互大家看咧。警察迄袂摕，警察迄毋是，警察迄是和平哥。咱嘛需要警察，我跟你讲，咱甲伊拉克吼，赶快，我们执政的那一天，警察人员照常上班，但是军人
同时就地定位。但是到迄个时阵啊，我估计台湾无军人啊，因为即马现主席伊开始要改善嘛，所以马英九甲你讲嘛，2014年拢无做，不可以当兵了嘛，要改募兵嘛。我讲也不可以募兵，你军事占领不能叫我去当兵啦，讲较白咧。安尼变安怎？无兵变啦，你会烦恼无？会无？巧，咱有义务的军人，你甲咱防卫。什么人？美国人。你家己甲我拍败，你家己甲我搞。等于啊，给他听一个啊。啊，咱连那个改做阿伯改做啥？海巡队也可以啊，自卫队啊，那你让做啊。这有真侪代志哦，我不方便伫上课内底讲啊真清楚。你免烦恼啦，大家拢有头路啦。啊，你唔是讲吼，无做无他吃吗？我来给你做啊。其实咱哦，无做嘛有他吃啦。我甲你讲较白咧，即摆换吼，咱来做红蚂蚁啦，咱来去抓土蚂蚁来啦。足侪土蚂蚁，你拢不要看啦。其实咱是真的红蚂蚁啦，土蚂蚁有几个？你知咩？遐死中国啊，拢是土蚂蚁啊。美国嘛是土蚂蚁啊，咱俩来做啦。防卫，美国人你来担任，你给他征服啊，你给他打败啊，是不是？谢谢。啊，佫有他拄仔你讲的，这期的杂志啦，这什么杂志？这个防卫杂志，来为着吼，有阵啊，卖看伤久来。我讲啊，拢足清楚的，含飞机拢涂掉啊，有诶部分还未涂掉啊，因为伊是规定伊到6月30号为止，今年6月30号，伊还拢爱涂掉，啊是爱涂掉，为什么？你军事占领哪会当叫中华民国？你派部队，尤其有迄个 logo， 迄是恐怖分子呢？恐怖分子，美国国务院宣布上三个条件，第一个。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敢不是国家？不是嘛，他不是国家嘛。第二个有武器，啊，武器三两供应的，美国啊，我甲美国会较差不多咧。中华民国买武器，我台湾人咧立钱，会靠有人安尼。第三，在当地征兵，这点我是无法度啦，我就挡袂住啊。如果你再继续征兵的话，我就到国际法庭甲你告战争法。战犯，奥巴马不是袂惊呢？伊做总统反告，伊就马上讲：啊，这人什么人？我拄做总统就来甲告。我讲你搁予台湾人去做兵，你试看卖啊？我袂甲讲哦，台湾人做兵的爱赔呢。我甲你讲，你若做两年赔两年，做三年赔三年。啊，你讲对，台湾人戆戆啊，蔡总统咪讲那特什么意义？三年要赔一年有啊？个戆人啊！叫迄戆人啊，赔一年，三年要总赔啦，那么赔一年？讲伊懂得法理就不会挨打，不懂法理就挨打做苦工，对不对？有。所以你要懂法理啊！中国人到今日为止。继续去奴隶台湾人，伊算伊真歹运啦，互我走转来，我嘛戆戆呢，我去中国办学校啊，我想讲办学校吼，与世无争嘛，啊因为中国办学校嘛免交税嘛，啊这是我上爱，办四间学校，投足济钱啊，好几亿啦，竟然落到。偷渡金门回来，规身躯敢若安尼啊，穿一束安尼转来安尼，好可怜。所有的台湾人，若去中国投资的，早晚是伊桌顶要食的肉，不管你有偌济钱啦。你讲郭台铭真好吗 ？No。
人家经济啥血汗工厂，已经几百万人无唔对啦。郭台铭会当赚到钱是啥？伊做大量代工的行为，中国的手机、中国的 iPad、iPhone， 拢是足侪，拢是 invitation， 拢是山寨版，迄种啥物人做的？上做的郭台铭公司做的啊，啊伊那样这样做，中国的高官卡吧。所以郭台铭很出息来讲啊，他还可以存活一段时间呢、啊。啊，无遐好呀，跳一个舞，红上几千万的呢。迄当阵也袂娶我去笑，迄当阵啊，跳一个舞就几千万，跳一个舞就几千万。敢若钱毋是钱，迄款能力无款。各位，即款的吼，后摆拢爱，我不爱讲的，下骹。因为他拄啊吼，他拄啊才有一个问题，咱的同心哦，提一寡问题，我利用我要下课以前的几分钟啊，甲回答一下，因为无定这是大家人的问题啦。因为我在这公开安尼讲哦，即马全世界你看拢有听到。伊讲现今吼，本土台湾人去中国做工课，也是变做台流。啊，要申请 ID 卡吼，是毋是会影响目前的工作还是生活？啊，伊将来转来台湾参加 TCG 的工作的时阵啊，是毋是有机会，还是有可能性 ？TCG 对这个本土台湾人，还是这台流的人的处理要安怎？真简单啊。除非讲你的嘴是放上头，啊，你着知影中国，虽然中国到今日为止唔敢批评咱台湾民政府，尤其是顶个月，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阵，伊讲我们已经消灭民进党，但是现在有一个比民进党强十倍的团体，叫做台湾民政府，美国军方在后面。做配角的组织，讲了三天，中国十五个省开放，因遐人入来咱的网站，咱哪会知？你知影即马 Google 内底，啥物人入来咱的网站，咱哪会当看到？偌济人咱嘛知影，较无一个月呢，入来一万人，你也惊死人。咱的网管甲我讲，我们要不要管制？我说不管制，入来来看。甚至于来跟我们辩论，中国共产党伊即马嘛叫伊个南京军区的司令员，带87个国际法的遐博士啊，伫武汉大学做主题，内底去研究战争法，研究的结果，和我林志升所写一模一样，伊嘛出一本册，甲独独台湾的事情他不讲。所以我也跟各位讲，江泽民、胡锦涛、温家宝等这些人，拢已经知影台湾的国际地位。你们敢改拍手吗？他好不容易他知道了呢，比台湾人更加巧呢。啊，伊知影以后，伊才会跟你攻击不通啊。他为什么要攻击你？伊希望咱啊留下将来谈判的机会嘛。啊！你想我直接你讲，你共产党从来没有欺负我台湾人，不是没有欺负啦，没有屠杀啦，欺负有啊，我都叫欺负啊，没有屠杀台湾人，我嘛伫回暗示呢，将来大家做朋友，虽然这个朋友，甲遐去中国拢差不多，要很小心，但是甲中国人的如何斗争，我懂，这就是。所以去中国吼，了一寡钱吼，有一寡经验袂歹咧。我紧啊，我紧啊，我有钱无钱拢同款啊。所以他做这个问题就是讲吼 ，TCG 一定要来授粉，你若无授粉，初级班、高级班吼一定要授粉。你没有受训，将来我们会办学校，嘛是爱受训。哦啊，即卖6000块后摆。我啊，10万块再来收分好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以上所讲非事实。
开玩笑来的。所以呢，一定要 TC 一定要受过，你没有受过训啊，你当然连谈判都不懂。你自己是谁你都不知道，你要跟人，你说要来做工作，要怎做啦？我问你啦，你都不知道你什么人，你要怎做？你是谁？你是红蚂蚁还是土蚂蚁？你搞不清楚啊。好啦，啊 ，TC 对这台流咩啦？很简单嘛，福利多回来嘛。你台湾人嘛，你也回来嘛，但你也认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后摆吼，这台湾人，我讲台湾人吼，机会真多啦。从遐土蚂蚁甲掠来吼，替咱做工课啦，咱做六十几年啊呢，即马换因做乘以二啦，好冇？好。好。哦，这样。拢无想要做工课，干想要吃尔尔吼，拢马后摆拢变成马英九啦。来第二个问题啦吼，这个受国民党的政府啊法令啊，如政治人权司法拢无公道啦，啊去迫害吼，啊抓去防抓去关啊，还是这个罚税啦，这恶法啦，不缴啦，限制出境啦，积极将来对策处理如何、啊？是完全不承认不接受，还是概括享受？当然不承认也不接受啊！什么人甲你罚？迄个人我甲抓来关，变形啦，咱无要关啦。什么人甲你罚？我咱甲抓来变形，好冇？好。哦，这大声，你就是。哦，这是讲迄个票迫害哦。你唔通讲你犯罪，我咧讲你讲报复哈。你若犯罪，你就认啦。哦，啊你若讲吼，诶，税金扣罚了，这恶法限制是，什么人甲你限制？我甲抓来变形。哦，哎呀，后摆拢惊死。好啦，后摆再甲你解决啦。拢这一摆拢做得好啦，让你提到，你请我提到。我开玩笑，遐后摆再讲下来。过来第三点吼，伫国民党政府啊，还未退出台湾 ，TC 还未执政以前啊，拥有 TC ID 甲旅行证件啊，将来 TC 啊，即美国军事政府是毋家己的出入境的海关？哎，这个问题袂歹啦，其实。咱已经开始成立海关总署，即马呢，咱的增援吼，咱的法务部吼，迄个条文等你写，海关总署的迄个条文，无唔对。我们如果有 travel document 以后吼，第一项爱做的就是啥？海关。海关嘛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将来的第一笔收入。海关若接落去，你要进出的时候才可以。咱要甲美国谈判，就是讲，你若即马中华民国，你有十个迄个 immigration 迄个移民署，你爱放两空给我。但咱今日咱的人无够啊，咱的新刚身份证申请才两千个啊，两千个，美国讲你若超五万个，我著争取两个海关的迄个移民署的空开给恁啊，因为。啊，无你摕中华民国护照，我卖啊，像我就袂当出去啊。但是我若摕到咱这个美国军事政府所发的这个 travel document 的时阵哦，我在我们的关卡才能够出去呀、啊。啊，无底下都要冻掉呀，干不是？所以这个问题很好，很聪明，没有错。海关是咱先要接的物件，没有错。虽然有一个有寡代志，我伫上课无讲，但是咱确实拢有去做这个。啊，我甲各位讲一个消息啦，明仔载哦，中共哦。中国有一个记者讲要来访问我，我好啊，谁要来都可以啊，当然欢迎啊。来坐来跟我讲，很好。这嘛不是跟他中国呢，全世界苏联嘛有记者来访问咱啊。迄、那个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，那个洛山嘛有啊。迄、那个缅甸的那个翁山书记嘛有啊。热比亚嘛有啊，当然，咱即马很注意，跟咱往来拢是好像中国的敌国，你跟咱往来，那是一定的啊。但是到有一天的时阵，民进党背起来的时阵，他们机会就来了。当然，这有一寡政治的问题哦，伫这个所在较无方便讲哈。啊，各位哈，你来参加高级班了，渐渐要打入我们的核心了。也，你有当阿讲吼。啊，你中央为什么都不用我？不是不用你，你没有介绍你自己。咱这核心有真多东西，每礼拜来呢，无代志嘛来听嘛无要紧。因为你来，大家互相就有感情嘛。啊嘛，互相讲话的时阵，才会知影讲，你能够做什么？
啊，你派任务的时阵，才给你派嘛。你啊，上课煞转去跩，转去领导啦。啊，永远不来啦。啊，有阵简，咱即摆咱的工作人员吼，嘛有给你打电话啊，给你问好啊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其实讲较白，你要有时候要来，要回来看看啊。礼拜即是讲恁拢较闲嘛，敢毋是？当然你有阵无闲啦，啊拜六嘛会使啊。转来，大家多多见面。啊，有阵含些主管伫讲话时吼，推荐你自己啊。啊，无咱来知影讲你的专长在哪里？后边还过五分钟了，卖掉啦！好啦，我讲较紧啦。讲吼，伊讲现今哦，官商勾结已成台湾大怪兽，造成贫富不均呐、啊，严重啊！本土台湾人日趋贫困啊，无可能组织经营的企业啦。将来 TC 要如何平衡甲照顾？这你放心啦，这代志我拜托迄个总理啦，这不是我的工课，总理的工课来得刚好，肩膀很壮哈。啊，第五点哈，国民党主政的下骹社会问题严重啦，黑道横行啦。我讲到这，我就讲迄变形啊，真简单啦。黑白两道勾结 ，TCG 对策如何变形啦？我不爱甲你管啦，变形啦，啊，若较严重，枪毙啦。啊，国民党的高官台湾人权，台湾人权权利啊、欺压台湾人，将来若申请 TCG 啊，基于人权考量者啊，是否也能够拥有权位啊？甲不当的财产 ，TCG 如何处理？好简单的问题啊！恁想的甲我想拢同款，安尼听有无？恁想的问题甲我想拢同款啦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我无讲恁拢好呢吼，恁的心甲我拢同款嘛，敢毋是？边讲啊，心内有所得好，很容易处理的问题，问得太简单了。过来 ，TCG 执政无可能哦，搁在使用新台币啊？请问哦，是我自行发行货币流通啊，和新台币如何转换？这种无你上课，你拢无你敢看我的迄个录影，迄个 VC 的，你讲几下摆啊？台湾会发行正台币。就这样才代表啦。同时我们会跟美金挂钩，旧台币就是旧台币跟很主席是用的新台币，我们刚开始会限定可以换多少，换多少以后你要说换要跟你问说你的来源，美金如果换一种线，美金如果换一个颜色，现在你看得到那个蓝色对不对，然后换成红色的，明天马上换成红色，美国人升一半，不是一半，太过分了，节省差不多15%。为什么？啊，黑乌歪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俩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黑金就不敢出来了，听有无？乌金就袂当出来了，黑钱就无意了，所以我们会发行新台币。怎么兑换？很简单啊，刚开始我们会规定可以干可以换多少，出来啊拍谁啊，说明来源啊，那拔掉来没收嘛。哦，我拔掉来连前工我都拔掉来，我妈妈做股票的那都没收，很简单嘛。你没有正当来源，那个钱就是黑钱嘛。你想我们所有的人18岁以上都有一栋厝，所有的人都有职业，所有的健保都不用交钱，教育跟大学毕业甚至研究所都不用交钱，要出国也可以不用交钱，啊，你贪污要做什么？你贪污要做什么？没必要嘛。那当然才是真正台湾人快乐过日子的时候啊，啊，你们拍手。你别记得跟他问讲啊，钱买倒来啦？你知影无？真简单啦，我莫讲其他啦，干遐贪官污吏遐物件摕来，恁都拢有够分啊啦。啊，佫有足侪啦。你吼，请问看迄个录影带，咱来滴我拢有讲过啦。最后一个问题啦，现阶段吼，
台湾民政府的人员啊，若受到国民党当局迫害啊，是否有何对策跟保护？很简单啊，你来跟我讲，我写批，我马上甲美国报告啊。那他亲戚原住民土地，强迫讲要甲伊征收啦，要甲拆除啦。咱民政府甲美国讲，马上伫明仔载要执行的，今日停止啦。伫迄个新营中兴大学农场预定地啊，遐原住民厝最近要拆掉，伊犯伊判决咯，我明天要去拆哦，拢动动掉。咱上少咱有三件，今日咱出面，但是这个三件唔是要黑白处理的呢，你要摕真正物件互咱看，摕咱的司法部看，咱感觉讲你这讲的有理，确确实实，我讲刚一句话就倒啊啦。请问你中国国民党较早来，还是我原住民较早来？原住民啊！啊，你是啊路尾来啊？你人家规定讲，这块土地是你的。啊，你是占领啊？你哪种变作你的？占领不依转主权，你不要谈哟。啊，就倒啊！中华民国以前有军权吼，叫阿爸，所以咱即摆伊的迄个喙齿甲扳掉，无平啊，甲咱同款啊。所以我拢要求警察爱。中立啊，所以你看，咱顶日啊去南崁去西的时阵啊，遐警察，咱都要招伊讲，来，咱的中立，咱的迄个，咱的增援啊，咱的法务部啊，咱台北州的州长啊，招因警察讲来做笔录，三个警察走了了，你警察走了了，伫派出所来讲走了了，因为我无要求，我嘛无希望讲恁甲中华民国直接对抗，我阁讲一摆。我不欢迎也不喜欢你直接对抗，因为你直接对抗，我没有暂时我没有办法马上保护到你，因为你会吃到眼前亏，所以我不鼓励你跟中华民国当局现在直接对抗，免烦恼啦，我法律我都给修理啦，啊就好啊，干不是？开拍手，结束。等你哦，谢谢，等你哦，那个等你马上要那个结业式哈。我讲哦，你若翕相翕无着，你会后悔哈。来，查克力，立正，行嘞。